北魏年间，定州有个大善人叫孙敬德，他经常帮助别人，还在家中供奉观世音菩萨，日日参拜。一日，孙敬德正在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恍惚中看见观世音菩萨出现在面前，菩萨手捧琉璃壶，端坐于莲叶之上，慈悲地看着他。观世音菩萨显灵了。从那以后，孙敬德更加虔诚地礼拜观世音菩萨。冬天，定州郊外槐树村大雪纷飞，孙敬德前去看望自己接济的李老汉。李大哥，在家吗？屋内没有回应。孙敬德推开门，只见黑暗角落里的李老汉身中数刀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李大哥，这是何人所为？是……李老汉话还未说完就没了呼吸。突然大门被推开，一对县衙捕快将孙敬德围住，地痞流氓徐二从官兵后面钻了出来。就是他杀了李老汉。你胡说，我看到他时他已经中刀了。官爷看，这把刀上还刻着孙敬德的名字呢。不，这刀我也不知道怎么在这里。官爷，你们看看，这可是李老汉前几日卖猎物赚的银子，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胡说，这是我的银子。押回去听候发落。孙敬德因此被绑送衙门。哎，你平时为人行善积德，这是徐二勾结黑心衙役诬陷于你，逼你拿钱贿赂，否则让你钱财性命均不保，你就拿银子保命吧。我宁可死也不助纣为虐。哎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但愿菩萨保佑你平安吧。狱卒走后，孙敬德跪在地上向菩萨祷告。三天后，孙敬德被判死刑，但他并不害怕，依然虔诚地求菩萨保佑，求菩萨慈悲，让杀人者早早归案，保佑李老汉阴魂安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睡梦中的孙敬德恍惚看见一僧人朝自己走来，递给他一本经书。你本大善之人，奈何官非缠身，此为观音菩萨普门品，你要诵读千遍方可消业。孙敬德接过经书，僧人突然消失不见。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在点化我，我要虔诚诵经，多谢菩萨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。孙大善人冤枉，大人明察，放了孙大善人。善良的人们都为孙敬德惋惜，但刑场上的孙敬德却是毫无惧色，口中仍然虔诚念经。五十三刻到，行刑。刽子手运气举刀猛然砍下，孙敬德的头却还好端端的，刽子手却被震退一步，又连砍两刀，这一回刀被崩断，孙敬德安然无恙。连砍三刀竟一点伤痕都没有，真是奇怪了。孙大善人冤枉，大人明察，放了孙大善人。此时刑场一片混乱，忽然一道金光出现，只见观世音菩萨端坐莲花宝座，手捧琉璃香炉，法相庄严。观世音菩萨显灵了。孙敬德最先反应过来，应声磕头，众人见状纷纷跪地参拜。善恶自有因果，行善之人自有福报，大恶之人也要自食其果。尔等要行善积德，不可造冤孽，更不可造杀孽，好好礼敬诸佛，消除业障，谁是真凶，自有公道。菩萨说完，琉璃香炉烟雾缭绕，菩萨的手轻轻一挥，人群中的徐二大声认罪：是我贪财杀了李老汉，嫁祸于孙大善人。菩萨见状，再次化为一道金光腾云而去。第二日，县令重审案件，孙敬德无罪释放，徐二等人入狱判刑。
他回到家后，却见家中琉璃观世音像的颈上多了三道刀痕，顿时醒悟过来，原来是观世音菩萨救度自己，跪拜在菩萨像前。从此以后，孙敬德更加殷勤地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并募资在定州修建了一座观音庙，把观音菩萨救度自己的故事手抄四处流传，每日前来观音庙参拜之人络绎不绝，当地人纷纷行善积德，民风向善，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就是琉璃观音。